伊讲你是坐汽车，头前一百米，确实了无？好来，你先来讲伊。当初是伊，通宵夜机，要抢我的抗议，谁人有这场打斗？论起伊的体态，佮伊的声音，我拢会认，就是你。当面红的人也真多，对对，江兄弟，哪有甚物奇怪？江兄弟，你无承认，我怎才袂向你讲？虽然我排斥通宵夜机的手啊，但是伊的手就有甲你共我白好见。啊？那安尼讲起来，我一定无要相信你的话。但是你常常要害我害我，所以你这个人是小人，伊绝对不是通宵妖精，对，高医生，原来是暗棍大人，高医生，所以你做大官，他袂甲你讲，伊真是通宵妖精，好，你通宵妖精，这真正正是位啊，好朋友，起来起来啊。处理。不应该一直通宵妖姬。你该当何罪？交公爷。为什么？我讲，你是看见文小姐，你来要做这件代志，那害人惊你人爹嘞。好啊，我今仔日会偷提抗议，并不是讲我会做惊天动地的代志。虽然我是通宵妖姬，但搁在伫武林道上得罪袂少人。有人做代志要来侮辱我，实际上我是劫富助贫，这是我的使命的交代。但是偷矿源这件事，我承认。你承认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我要安尼做，若是要办我的罪，就要代偿办伊。为什么偿办我？欺民救富，小华失志，去让我发现，我要甲伊帮助，身边无钱。所以不得已，我才会去劫苦人呐。啊，见笑见笑，一来二去，今仔日我若卖欺民重富，就袂发生这种代志。老爷，我说，老五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就爱笑。再讲你个白好剑，你的事速交代，别招收回。你是真戆，这所在你若唔轻巧，去叫你红仔暗坤大人的地位不保。你也是吃你吃，我相信医术一办好解救你，给你关一个三年五年，正式出来以后，你阿母甲我会当团圆啊！啊是啊是啊，我教我教，啊代志拢是我指使的，你无小可惊啊，小可惊啊，你可当见我做咩啊？你要笑咪？你袂个受我连累，你要找一个好的归宿。好，我愿你教口经，但是我的要求，代志一切拢是我，跟我的小妹无干。希望你会当放你无罪，只要你愿意交口供，我会论功破断。是，准备死啊！那，我要要求你几句话。今日做事做官，我会只要做这件代志，我才尽我尽力啊！是我害你，但袂今仔日袂头苦的。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来给伊减轻罪过，莫看重啊！有我这件代志，我嘛有管的，我嘛是管的人。同城妖姬今仔日这种代志，来，我将你破罪两日。枪！怎么大人？同城妖姬，伊犯的不是一般的罪过呢，伊今日是抢掠国银，那是抢掠国银，以咱的国法，根据我所了解，伊是判死刑。你甲判两年，阁未收过轻？呀，伊若要判，甲你出去开来，好大胆！你爱怎讲长，爱甲你阿去抬啊！快点滚！这人，伊无了你抬，现在变我抬，伊是你的兄弟。啊，你若不相信，伊会手够头，有啥子地方？你现在当然是我先甲我讲的，但是安尼，你伊个后甲看卖啊？像这个，安尼。伊是我的小弟，放掉！你是我小弟，你该收起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不风凉，当时每次做饭，阿弟阿干娘去当找你无，咱是亲兄弟，我你的大哥。爸爸自细汉，师父从我带你身躯变勇气，今日也无用我提起我爸母到底是什么人，也就是我当过去的代志，大哥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再去再去，你我亲兄弟一切代志无计较。真正感谢高医师来甲我宣传这件代志，感恩老夫。安尼办来办去，拢办恁结婚来，拢咱共家伙啊！是啊，大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阿嫂阿嫂，你即马要用乖哦，拜托了，你小妹哦，赶紧甲讲一下。今
啦，小妹你啦，你无一个好的归宿，阿姊袂放心，无论安怎样，你就要听我的话，继续你上课。无啦，我跟你同齐来，今日接我来。袂用的。来这拢是感谢咱陈明江一生出世，咱应当的荣幸甲先占有，是咱向众神感谢。下一次下神谢团圆，恁可以爱唱新国声合唱团，来唱这里圆满，来唱这里圆满，无唱新国声会流乱，无唱新国声会流乱，唱新国声。